刘焉字君郎，江夏竟陵人也，汉鲁公王之后裔，张帝元和中起封竟陵，知数家焉。燕少是周郡，以宗室拜中郎，后以师助公丧去官，居阳城山，积学教授，举贤良方正，辟司徒府，立洛阳令，冀州刺史，南阳太守，宗正、太常。燕笃灵帝政治衰缺，王室多故，乃建议言，刺史、太守，破禄为官，割剥百姓，以治离叛，可选清明重臣以为幕伯。镇安方下，燕内求交趾木，欲避世难，亦未及行。侍中广汉董福司谓燕曰：“京师将乱，益州分也，有天子气。”燕闻福言，亦更在益州，会益州刺史，却减复敛烦扰。谣言远闻，而并州杀刺史张一。凉州杀刺史耿比，燕谋的师，初为监军使者，领益州牧，封阳城侯，当收检治罪，服役求为蜀郡西部蜀国都尉，即太仓令，会巴西赵伟去官，据随燕。是时，梁、益州逆贼马相赵之等于绵竹县自号黄金，和巨皮邑之民。一二日中得数千人，先杀绵竹令李生，利民西集，合万余人，便前破洛县，攻益州杀简，又到蜀郡，前为旬月之间，破坏三郡，向自称天子，众以万数。周从事贾龙、素领家兵数百人，在监为东界，设敛利民，得千余人，公乡等数日破走，州界清净。龙来选立足迎燕，燕喜至绵竹，府纳离叛，务行宽惠，因图义计。张鲁母时已轨道，又有少荣，常往来燕家，故燕遣鲁为都邑司马，驻汉中，断绝古阁，杀害汉使。燕上书言米贼断道，不得复通，又托他是沙州中豪强王贤、李全等十余人，以力威行。兼为太守任其及贾龙由此反攻燕，燕击杀其龙，燕亦见胜，造作成于车具千乘。荆州牧刘表表上燕有四子，下在西河一圣人之论，时燕子范为左中郎将，但至枢御史，张为奉车都尉，皆从献帝在长安。为小叔子别部司马茂素随燕，献帝使张小玉燕，燕留张不遣，时征西将军马腾屯眉而返。燕即范与腾通谋，引兵袭长安，范谋谢，奔怀里，腾败，退还凉州，范应时见杀，于是收弹行刑。一郎河南庞毅与燕通家，乃募将燕诸孙入蜀，时燕被天火烧城，车具荡尽，原籍民家。燕喜至成都，既痛其子，又感妖灾。兴平元年，雍居发备而卒。周大力、赵伟等贪张温人，共上张为益州刺史。赵叔因以为监军使者，领益州牧，以伟为征东中郎将，率众击刘表。张字季玉，继袭燕魏，而张鲁烧骄字，不成顺章。张杀鲁母及弟，遂为仇敌。张内遣庞毅等攻鲁，数为所破，鲁不取，多在巴西，故以西为巴西太守，领兵御鲁。后西与张秦好协系，赵伟称兵内向，众散见杀，皆由张明断少而外延入故也。张闻曹公征荆州，以定汉中，遣河内阴浦致敬于曹公，加张镇威将军，兄茂平寇将军，
冒狂及误故，张复遣别驾从事蜀郡张肃送守兵300人，并杂御物于曹公。曹公拜肃为广汉太守，张复遣别驾张松诣曹公。曹公时已定荆州，走先主，不复存陆松。松以此愿，会曹公军不利赤壁，兼以一死。松还，私毁曹公，劝张自决。因说张曰：“柳豫州，使君之肺腑，可与交通？”张皆然之。遣法正连好先主，寻右令郑及孟达送兵数千助先主守御。郑遂还。后松复说张曰：“荆州中珠江旁邑、李邑等皆是公交豪，欲有外邑，不得豫州，则敌攻其外，民攻其内，必败之道也。”张又从之。遣法正请先主。张主簿黄权陈其利害，从事广汉王磊自道县于州门以见，张亦无所纳，是在所供奉先主。先主入境如归。先主至江州，北游垫江水一浮，去成都360里，是岁建安16年也。张率部骑30,000余人，车程帐慢，金光耀目，往就欲会先主所将将士、耕乡之士，欢迎百余日。张资给先主，食讨张鲁，然后分别。明年，先主至加盟，还兵南向，所在皆客。19年，进为成都署。十日，城中上有精兵30,000人。古伯之一年，利民贤欲死战。张言父子在周20余年，无恩德以加百姓。百姓攻战3年，击高曹野者，以张故也。何心能安？遂开城出将，群下莫不流涕。先主迁张于南郡公安，尽归其财物及故沛振威将军印绶。孙权杀关羽，取荆州，以张为益州牧。祝子归。张族南中豪吕雍凯据益郡反，复于吴。权复以张子产为益州刺史。处交益界守，丞相诸葛亮平南土，产还吴，为御史中丞。初，张长子寻妻，庞邑女也。先主定蜀，西为左将军司马。张时从西起刘询。先主以为奉车中郎将，是以张二子之后，分在吴、蜀。平曰：“昔未报闻许父之言，则纳伯姬于世。刘歆见涂谶之文，则名字改易，终于不免其身，而庆忠二主。死则神明不可需要，天命不可忘记，必然之验也。”而刘焉闻董福之辞，则心存异土；听相者之言，则求婚无事。具造于福，徒窃神器，其祸甚矣。张才非人雄，而具土乱世，复成制寇，自然之理。其见夺取，非不幸也。